你就是传说中的狮子吗？我只是这座城的守护者，就当你渡不过的时候，我才会成为死神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离开过家里。这次真的要离开哥哥了。都是你了，你自己要我去日本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你啊。可是哥也不能把你埋没在家里嘛，对不对？哥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都是你的。好了，不要哭了。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我不要去日本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我不要去日本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家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家了，我不要家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我们不要嫁了，不要嫁了啊。好
什么声音啊？我去看一下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捡一下东西。不要啦，现在很黑，明天再讲好了。可是很重要哎，你等我一下。你不要出去。为什么不？我怕我哥会嫉妒你。他有什么好嫉妒的？你反正是我的人，他嫉妒我也没有用啊。就是让他看清楚，你不可能真是他的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明天捡的话，不见了怎么办？哥，你这是何必呢？看你喝成这样，也无济于事了。看见没有？你妹妹杜和，杜和她爱我，这就是事实啊。知道了。爸爸，走，走，过来，可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怎么叫父亲的爸？为什么？你哥讲吧，哥有个秘密，哥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那么爱你。我告诉你跟他在一起。不能这样。可是我疯了，可是我疯了。哥，你听我说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人。如果是你跟你有同样的秘密，可是我不会对不起高山，我要跟他一起去。过来，我要跟他一起去。我是故意的，别去。可是我们就能在一起吗？都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。是的，为什么我的存在只会带来灾难？我就是你啊，走啊。我是一切罪孽的源头，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？不是带来了灾厄。跟高超在一起，我就对不起哥；跟哥在一起，我就对不起高超。我哪里也过不去。不管是阴间，是，
都没有我的位置，我只能在阴阳的夹缝中生存，永远卡在奈何桥底下。只管看着大家来来去去，看有的人渡得过，有的人渡不过。